来自大角星信息，关于第五维度现实的初始阶段。通灵，苏珊娜丽。问候，我们是大角星人，我们作为大角星人向你们传达对世界人民的爱和希望的信息。我们现在将讨论处于第五维度现实，太空船或行星上的初始阶段。第五次元现实不需要一个地方，你主要生活在你的意识中。第五次元的飞船是银河星舰，它可以隐藏在 3D 世界中，或者我们可以选择短暂的揭示它。然而，我们通常会再次将船隐藏起来，以免吓到尚未意识到我们的人类。我们似乎是一个独立的现实或船，因为现实的类型是大多数人类感知他们的星球的方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星舰通常会隐藏起来，以保护那些害怕在天空中看到他们的人。另一方面，当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和或一群人有足够高的意识状态，能够以庆祝愉快地感知到我们，而不是感到恐惧时，我们通常会在很短的三维时间内展示我们更高的四维和五维飞船。当人类处于更高的意识状态时，我们可以在更长的三维时间里展示我们的飞船。我们说三维时间，因为我们银河人没有像你们三维星球那样的时间。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的第四维度梦想时间不同于他们的第三次维度日常工作时间。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正在与更高频率的意识产生共鸣时，我们可能会决定透过短暂时间来展示我们的飞船，来挥手打招呼。然而，我们大多远离地球的任何三维铺路，因为在那个现实频率中有太多人会感到害怕或试图将我们击落。当然，他们不能击落我们或把我们打下来，但他们可能会吓到其他人，或者他们的武器可能会击中其他物体并伤害到其他人。我们想再次提醒大家，现实是因每个人的心态、精神状态和意识水平层次所决定的。因此，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方法来教育自己和他人，让他们知道、认识到盖亚是一个生物体，而人类对待他的态度非常糟糕及恶劣。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地球是一个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地方，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光明会或黑暗势力，或那些靠着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生活而不关心他人的人。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并不关心地球，甚至不关心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这些黑暗势力只关心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钱，以及他们自己对他人的权利。这些人类甚至无法感知更高维度的现实，更不用说进入那个震动世界或我们更高维度的星际飞船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觉醒者，他们的意识扩展到了第四、第五维度。这些觉醒的人类正在回应盖亚的求救，并致力于协助盖亚。这些先进的存有如此致力于盖亚、行星地球以及他、地球母亲提升他的行星自我的努力，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在你们现在的时间来到地球，以协助盖亚的行星扬升。此外，任何时候一个行星能够扬升，这意味着该行星存在能够将其行星频率提升到第五维度及更高的频率，所有能够将其个人频率与行星的扬升频率同步的存在，将也提升。此外，当所有这些扬升者聚集成一体，合一，
时，地球的阳生能量场将协助整个太阳系扩大其共振频率，共振到第五次元。正是在此时此刻，整个太阳系极大的受益于第五维度光的流动。我们银河人赞扬觉醒者的勇敢尝试，参与将他们的更高第四和第五维度个人意识与盖亚的行星第五维度意识融合的伟大荣誉。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这个跨维度的信息，并花了你的地球时间来阅读它，那么你很可能属于那些正在记住并觉醒到你自己的更高维度自我表达的人之一。我们卯宿星人以及大角星人和我们其他银河朋友，感谢你们的更高维度的服务。请记住，盖亚是一所行星学校，旨在教导人类能量输出就是能量返回。盖亚的课程中也有帮助他的学生释放时间和空间的第三、第四维度幻象的课程。一旦幻象被释放，盖亚和他的居民将记住如何返回他们此时此地的第五维度操作系统。需要盖亚和他的居民在同一时刻呼唤第五维度频率来启动盖亚的行星扬升。足够多的人类成员不认为盖亚是生物。不幸的是，太多的人类认为盖亚是他们在购买房屋或土地时购买的东西。不幸的是，仍然有太多的人类甚至无法想象盖亚是一个生命体。太多的人类认为盖亚、它的地球、空气、火、水以及巨大的元素，只是他们人类不需要关心甚至尊重的东西。许多人类想要体验他们的个人进化，但他们希望这样做而不必加入并协助盖亚的行星进化。事实上，在你们的现在，太多的人类并不觉得有任何义务去关心这个星球。这个星球是他们拥有家园的地球，是让人类呼吸并因此保持活力的空气，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火。在盖亚的核心和盖亚的太阳内，当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只是人类对家园造成的巨大破坏的一小部分。盖亚已准备好转变成它更高维度的行星表达。然而，盖亚正忙于治愈人类对它的行星自我造成的所有伤害，已转变成第五维度的现实，而第五维度的现实似乎越来越远。我们大角星人意识到有许多人类为拯救盖亚而努力奋斗，并制定了更好的规则和规定来保护它。然而，人类不但没有协助行星扬升，反而经常允许行星毁灭。因此，我们、你们的银河家族问你们，在盖亚所需要的这个伟大时刻，你们愿意爱和保护它吗？我们、你们的银河家族想要提醒你们，我们就在你们的当下，协助你们进行一个巨大的进化转变。你会帮忙还是会伤害呢？我们大角星人希望听到你真实的答案。如果你愿意与我们更高维度的银河系交谈，你就会打开门户，让我们能够与你交谈。此外，当您与我们交谈时，您就会知道您已准备好保护、治愈并无条件的爱您的行星家园。我们是大角星人，来自大角星人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